太难了吧？谁记得起来啊？合理的叫训练，不合理的叫磨练。我们还没当兵呢、啊。 所以那个字叫磨练哦。需要更多金矿，这堆石头够用吗？速率土的第二个月。哦 ，S 七。 感谢训练。你需要更多王城，统筹好了，新的挑战者出现了，需要更多金矿。嘿，你卡人口了，金矿不足。 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刚才聊天，上那个天梯一堆一波仔够北西了。我刚才说是聊天室。 我靠，这坦克够硬！高能瓦斯不够了，需要更多高能瓦斯，能量不足。你的部队遭到攻击，非常非常严重的攻击。我们的部队遭到攻击。
没有足够的金矿。金矿不足。释放啊！基地受到攻击了。看是怎样？金矿常采光，希望你有开副矿。需要更多金矿，这堆石头可以进化完成。太老派了，这不是很棒的东西。干太卑鄙了吧！太烂了吧！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和敌人交战了，该提高手速了。不能那样啦！高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金矿需要更多能量，你是不是开自动释放啊？需要更多高能瓦斯，金矿不足。需要更多金矿，这堆石头可以用吗？你有新的后虫了，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新的后虫？不能那样。虫族没有虫胎就不行呀，你没有头皮嘛。不变完成，真有创意。我们必须把它放在虫胎上。基地遭到攻击，没有足够的金矿，孵化更多王虫。Oh my god！ 快生产更多王虫！
我刚刚想说，在他脸上那边要直接那个嘞，直接变大龙去干他，就虎飞飞过去，发现没有大龙塔。